吉安乡在七号上午也从东昌村开始展开全乡18个村的防治登革热喷洒药剂工作。乡长游淑珍、村长魏景天还有青年队长樊一鸣也到现场来视察。乡长游淑珍表示说，全乡防治登革热喷洒作业呢，每个村要执行2天，也提醒民众要配合落实巡道清刷，来维护健康安全的社区环境。吉安乡公所七号展开全乡18村防治登革热的喷洒药剂工作。乡长游淑珍表示，每个村会有2天的执行工作期间，提醒民众一起来配合落实巡道清刷，维护健康安全的社区环境。安全健康，迎接炎炎夏日的来临。首先，我们从今天开始，要至4月27号来进行吉安乡18村巷弄邻里的防治登革热病媒蚊的工作。我们即将用2种方式，一个是直接的喷洒来杀虫，第二个是我们用烟雾型的，在我们的水沟内部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消毒工作。也请我们的乡亲共同来巡道清刷，让我们花盆以及容易积水的容器来做完检视，来把水倒完，一起共同维护环境的清洁。当然在这段时间，我们有18村的排程，希望乡亲把衣服、衣物、食材收好，在我们执行工作的同时，也请关闭门窗，来做好防疫的这样的一个作为，让我们一起让洁净家园，健康在我们的身边。东昌村长魏景天也很感谢乡公所致力维护环境卫生安全，同时也呼吁民众要共同来配合。首先我们要感谢我们游乡长对我们这个社区的注重啊，因为他每年一年大概有3-4次在喷药，这个就是防止我们登革热，让我们自己的社区能够病梅毒能够尽量减少，减到没有。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方面我们也跟乡公所配合，我们自己也在做。像那个环境来讲的话，我们本身也有那个社工，我们自己也有带队。像我们处长都喜欢自己带队在扫街，像我最近上个礼拜就扫街啊。等乡长这次喷完以后，可能我们有找机会把青苔自己再喷一下，因为我们自己设计之后也是很有意义。吉安乡防治登革热巡回期程公告在乡公所的网站和脸书的粉丝专页。如果排定的日期遇到下雨，清洁队会安排时间另外再来施作。如果有相关疑问，可以拨打吉安乡清洁队电话03-8538-5222。谢吕慧，吉安乡报道。